近日，迪丽热巴微博晒出一组美图，照片中热巴身穿蓝色斑点长裙，摆出各种性感 pose， 妩媚风情，青春气息十足。最近迪丽热巴在国外工作，最近这几天在微博上格外活跃，看了迪丽热巴的照片，不少粉丝埋怨她为什么在国内不这样穿。照片中迪丽热巴身穿一条绿色水果纹吊带连衣裙，时而对着镜头甜笑，时而背过身摆剪刀手，这颜值这身材不得不让人羡慕啊。每次迪丽热巴在国外晒照片，不少粉丝就会说她在国内穿得这么保守，到国外就放飞自我了。作为演艺圈现在最炙手可热的小花之一，迪丽热巴也是积攒了好人缘和高人气。前几天热巴生日，她晒出一张美照配文，勇敢温柔一如既往。照片中迪丽热巴穿着黑色吊带，坐在祭殿内观山望海，自在从容，裸露在外的肩颈曲线十分流畅，手臂白皙，美背诱人。粉丝纷纷献上自己的生日祝福，生日快乐啊，希望今后一切顺利，阿斯曼会一直支持你的，加油。